哪可能我没在？你说的话给他火车都没走过啊？不不不，那个是我没在屋头。车子那家子我们带回来，那家子姐姐都回来，说是买变压器，姐姐没有买，哎，买变压器我没有。花时候那个时候的钱都花起，花千块钱，拿了买了电器钱。人老实啊。那家没家伙拿呀？你看哪个没拿？